靓仔。白球吊带怎么办？分四种情况，开球吊白球属于犯规，给对手限后自由球，只能往上打。会不会打球啊？真是神韵啊！平时白球吊带属于犯规，给对手全场自由球，任意打。打黑八没进，但白球进了，不算输，给对手全场自由球。哎，终于进了，也感觉顶级。来啊！趁黑出动。打黑八有进，同时白球也进了，直接放输。下课。